真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，虽然身体换了，可是我的灵魂没有变，改变一下自己，眼神要不要再犀利点，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傲慢。李总，今天学校有什么事情吗？除了让人感觉身，没有什么事情。我现在偷拍棚呢，还没找到。下课以后，顺便给我仔细找。 好，喂，你过来，干嘛？你还真是想死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干嘛？你这样还自拍？有事就快讲，我很忙。 这人谁啊？咱们班的通援帅，咱们班。对，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转学生。啊妈呀！吓死我了！我演过头了吗？不该逞强的。啊！上次他打我那拳真的很疼啊！再遇到他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吧。 班主任说有转学生，我还以为是住我家楼上那个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太神奇了，他俩名字竟然一模一样，都叫平。不过我还是希望是住我家楼上的。我还是更希望是长得帅的这一个。他长得哪里帅了？而且他一来学校就乱糟糟的，烦死了。你不会也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会喜欢他？全校女生都喜欢他，你会对他没感觉？我可没有啊。 阿姨，你偷偷帮我闻闻，我真的包着呢。来，这。谢谢阿姨。谢谢。啊，不用。这个李正常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再使唤张志浩了。这可是咱们学校小卖店最高人气商品，这是我让小卖店阿姨特意给我留的。来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贿赂你以后多多照顾我呗。咱们学校就没有敢和李正常叫板的。 谁想和你当个朋友而已，进去回来之前，你赶快吃，来，我给你打开。既然有人第一天就来学校就欺负人，你真是太无法无天了。欺负人？你就别管。来，我给你打开，你快吃。喂，新来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又要开始了。 想吃东西你不会自己买啊？小卖店那么远吗？需要使唤别人吗？腿是摆设吗？不会自己走吗？面包袋需要自己开吗？你手指断了吗？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你有三次机会，这次算一次，剩下两次我会好好盯着你的。
太神奇了，以前走几步都会累成狗，现在感觉跑几步都能飞起来了。哦，我车来了。转学生跟我坐一班车，难道住我附近？唐晓不会还在生气吗？我得悠闲一点。还好不同方向。你好，喂，是文帅吗？是，我就是文帅。我是陶巧，住你楼下那个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想问你，不是说要转来我们学校吗？喂，文帅。喂。喂，能听到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刚刚是说，你不是说要转来我们学校吗？我本来是这样想的。那你现在是转去别的学校啊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我是因为是休学了。你不会是因为那个视频吧？你也看到了？我就瞄了一眼啊。不过你休学也挺好的啊，你就当熟悉熟悉这边环境了，然后也顺便放松一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声音怎么怪怪的呀？你感冒了？是，我是有点感冒了。我帮你看家里还有没有药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现在给你送上去。你别跟我客气。喂，快醒醒！陶巧要来了，快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文帅，是我。我穿衣服，看来我得下狠手了。什么声音？来了，来了。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这个是感冒药，这个是蜂蜜柚子茶，补充维 C 的，这样感冒能好得快一点。你要睡一会儿还没好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医院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，我们是邻居嘛。那你睡会儿吧，我先下去了，拜拜。
喂。鲜奶油入口即化，填进你的心里。今天河南小宝贝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嘉宾，要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哦。哎，好像到哎。喂，文帅。喂。你谁啊？我是兔文帅，你是有急事找我？你把他关掉。喂，兔文帅是我同班同学，你想冒充你也长得像一点的。你怎么知道他跟我约在这儿？啊？你跟踪我？没有，我是兔文帅的朋友。要不你看。啊！都怪你这个死胖子。大家一起聚聚吃顿饭，这顿饭怎么也得我请吧。嗯，奶奶，你再给我点钱呗。没睡啊？没事，奶奶，不用给我钱了，我还有钱，我们就吃点路边摊，花不了多少钱的。那我过几天去看你啊。我们必须拼成某某半小时，我们就没啥。欢迎光临。您好，请问您是老板吗？我就是老板。有事吗？我刚刚看到外面贴了招工广告，不知道您现在招到人了吗？还没有招人呢，这个职位就是给你留的。没有工作经验呢？没事儿，纸巾拿这个一刷，单件就出来了。总件呢，电脑会打出来，你就按这个总件收银就行。我们这个店呢，来的竟是女顾客，就喜欢你这样的。今天能不能就上班？可以。那咱这就签了合同啊。那我现在叫我朋友过来。好啊，把朋友叫。朋友？嗯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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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招在校学生。我已经休学了，老板。休学了也不行，我们要有啊实际工作经验的。可你没和我那个朋友说要工作经验。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品质与价格是成正比的。你要是觉得冤的话，你去把那个朋友叫过来。是因为我长得丑吗？我可不以貌取人啊。谢谢老板。来，不客气，慢走啊。原来他们两个真的是朋友啊。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刚刚老板不是说不行吗？靠血缘关系，他是我爸。他是你爸？是啊。对了，告诉你朋友，今天晚上9:30一定要准时到店里。我爸对他可是特别严格，千万不要迟到。没问题。我朋友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高兴。什么？但是作为交换，你得给我10张你的使用券。什么使用券？就是随时随地按照我的心意让我使用你10次。我知道了。要不然今晚就用一次好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不行，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。重要的约会？跟谁啊？
转过来，你再不转过来，我喊人了。转学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家又不住这儿，你怎么会有这家的钥匙的？因为我刚搬过来。你什么时候搬来的？今天刚搬过来的。我朋友没跟你说吗？你是文帅的朋友？嗯，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跟文帅是朋友，怎么从来没听文帅说过？快点起来！啊！欢迎光临，何娜，那边是仓库，这也是我家呀，我。我以后不想在公司换衣服，以后都在这换了。还有啊。我爸特别保守，你要是让他知道我在做直播，你就死定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老板的。算你识相，辛苦了，小胖子。欢迎光临。嗨，你好，你谁啊？怎么好像咱俩见过？你在偷拍我吗？我没有偷拍，我是手机不小心接好。在家都好好练拳，别每次都说这么。俊成，俊成，我刚才看见偷拍苏沐晨那个胖子了。在哪？在便利店。不要！不要！啊啊啊！啊！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纳新啊？好巧，他们班新来一个转校生，马斯克，要不要试咱们接触一下呀？哇！张志浩。你这厮为何在此？我是看来的，快帮忙，快把俊成拉起来！李振成，你在做甚？关你屁事！你闭嘴吧！这是他的地方，你买单。没事吧？没关系。没事。哎，文帅，是你吗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公车上偷拍你那个人，我替你收拾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那不是个误会吗？李正成又揍谁了？
就在公交车上，我们误会他偷拍我们的人，住你家楼上那个。托文帅。哦。李正常。你去找偷拍那个人的麻烦了？对，那个死肥猪。你才是个猪呢，他根本就没有偷拍我们，那是个误会。你真是个自以为是、无可救药、不知悔改的蠢货。郝巧，我对你一忍再忍，要不是看在……赶紧去跟他道歉，听到没啊？你以为……柯文帅，走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文帅伤得严重吗？没事。那个李正成之前是个拳击手，他的拳头可不是盖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会那么疼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我是说我那个朋友他还挺扛揍的。再扛揍也是肉长啊。原来你这么担心他。你不担心他？文帅得被欺负成什么样才会选择休学啊？早知道我就早点把那件事情解释给大家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文帅，文帅，文帅，安娜，没说完吗？干什么啊，跑那么快？什么？我刚刚是在躲那个学姐，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摸我。摸你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长得帅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？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。这位同学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的孙子啊？你孙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拓文帅。哎，我是他奶奶。我只知道他在服装，服装设计专业。我认识他。你认识他呀？哎呦，那就太好了。这些东西呀，你们大家分着吃。奶奶先回去帮他收拾收拾房间，啊。陶巧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魏校长好。对了，你刚刚要问我什么？哦，请问食堂在哪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没去过食堂？我是认真的。嗯。那你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。到了，自建校以来唯一的食堂，知道在哪儿了吧？谢谢。难怪在食堂没见过他。哇，文帅，你奶奶做真的好好吃啊。好吃的话，你就多吃点。站着干嘛？快坐下来呀！不用了，我中午有约。哎，一起吃吧，我敢保证，你只要吃上一口，就绝对停不下来。快尝尝，你快吃吧。怎么了？
从来不在学校吃东西吗？怎么这个表情？不好吃吗？没有。文帅，你是跟你奶奶一起住吗？没有，我奶奶她住在三桥镇。哦。我昨天特别想她，给她打了电话，所以今天奶奶就来看我了。三十。糟了。哎，你好，房东太太，我是文帅的奶奶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能不能借用你的备用钥匙？我先开下门呢。奶奶，钥匙来了，房东也不知道是哪一个，我给您试试啊。哎，最后一把了，肯定是。住手！我呀，以为我们文帅又出啥事儿了，哎呦，急的我呀！对不起，我应该先征得您的同意。我要是不同意，你还有地儿去呀？没有了。你呀，就继续在这儿吧。我们文帅一个人也孤单，身边能有你们这些朋友，大家呀能够相互照应。谢谢奶奶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上去吧。哎。不行，等等。现在家里特别乱，袜子内裤丢的到处都是，让我先去收拾一下。去不去吧？这脸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又被谁打了？怎么回事？没有。奶奶，我在学校混得可威风了，好多社团都抢着要我。你少跟我打岔，奶奶问的是你这脸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最后加入了拳击社啊，和最厉害的学长啊练了一下，你不觉得这个伤很威风吗？奶奶，哎，呀，这才进来多久就睡下了？奶奶，你别理他，他有病。啊，有病啊？嗯，是疑难杂症，平时看着都挺正常的，就是有的时候突然睡过去，是挺奇怪的。奶奶，他睡着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叫醒他，会出大事的，明白吗？我不叫醒他，不叫醒他，啊，不叫醒他，我不叫醒他，不叫醒他。这孩子这一大早的就跑哪儿去了？这是又？呀，醒了，身体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怎么醒了？我现在应该还在便利店啊。你是不是头晕呢？没事。本来呀，想等帅帅回来一起吃早饭，这孩子也不知去哪儿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不等他了，你先过来吃，吃饱了好学习。来，吃吧。啊。吃饭的样子跟我孙子一模一样的。好家伙，这睡得连吃带喝的。起来了，一会儿我就看着监控。我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的？我折腾钱，这月扣你工资。起来了。呀，哎呦。孩子太可怜了。
呦，一大早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晨跑去了，奶奶。早饭做好了，快去吃吧。奶奶，嗯，我来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帅呀。啊。来。什么？你不是钱不够花吗？请朋友吃饭，大方点儿。奶奶，我说了，我钱够用。拿着，就算没钱也不能畏手畏脚的。奶奶，我现在吃饭都不用花钱。哪有免费的午餐？有，同学都要请客我吃饭。大城市的人就是好，善良，可也不能老让人家请你呀。就算咱没钱，咱也得懂得分享跟回报，啊、哦！哎，我来。文帅。哎，奶奶好，我是陶巧，我跟姐姐住在楼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也是白想的学生？对。来找我们文帅上学的？啊。啊啊，对，奶奶，对。好好好。好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奶奶你休学的事儿？等我找个合适的机会吧。拜托你先帮我保密啊。奶奶不知道也是好事儿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我可怜吗？Bye.